我们家乐乐最近感冒生病，然后他都不吃药。于是呢，身为叔叔的我要开始想办法让他乖乖的吃药。我会想什么办法呢？哼，这个是乐乐的药，现在把这个面包打开，然后将这个放进去，我来测试看他会不会被骗。喝这个还是喝这个？红茶吧，喝红茶吧。然后我们把这打开，自己喝，自己吸，怎么吸？不吸吧。谢谢叔叔。好不好喝？喝完了，好棒啊！好喝吗？好不好喝？下次再用一杯给你喝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的，谢谢叔叔。成功了。其实这方法不错。第一个呢，就是你喂小朋友药不用再这么辛苦。第二个呢，也让小朋友了解，其实饮料不是这么好喝的，所以很棒，很棒的方法，推荐给大家。耶、yeah! ！